大家好，我是水世新啊。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闽南语？因为我人呢现在就在厦门这个地方，我打算给自己一个挑战，跟本地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呢，全部都用这个闽南语交流。台湾其实被这个日本殖民了50年，所以这个语言上面呢有一点被日本影响了。厕所我们说便座，打火机我们会说赖打，爽快我们会说阿萨里，欧基上呢、啊、欧巴上呢、啊。然后再来是两岸用语就不太一样，比如说什么材料跟资料，大陆这边叫空调，台湾那边叫冷气。所以呢，这个应该还是。来来来，我们的第一个挑战开始，待会跟他用闽南语交流。你好，你好，司机，你刚是厦门人？你刚是福建人？您已偏航30米后就。你不是没恭维哦。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这个球像是变了心的女朋友回不来了。你是福建人吗？不是。哦，你不是啊？难怪我想说，你怎么都不理我？我以为你心情不好嘞。不是啊，你我不知道你怕什么，你要讲普通话你就。啊。不是啊，我以为你是跟哪一个讲话。哎呦，尴尬了，我就想说，我一直在问你，然后你都不理我。你是哪里人？我贵州毕节。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狠了。这个男人叫阿贵，是个刚来厦门开网车的师傅。师傅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在搞福州啊。啊？本来应该去找。阿贵迷路了。哦，师傅有点迷路了，然后我在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下车了。啊，有没有看到浪谷屿出发厅啊？我们就是要去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浪谷屿，鼓浪屿。哎呦，我怎么一直讲错？哎，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听不懂，听不懂啊？你是哪里人？河南的。哦，你是河南的。你是福建人吗？你是哪里人？我是河南的呀。你是河南的，哇去，哇，今天这个挑战失败了。我被踢鼓浪屿。你是福建的吗？那你怎么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厉害，给你一个大拇指，厉害。其实我很好奇一件事情，今天我在路上看到好多好多闽台，闽台，福建是有台州这个地方吗？还是它这个台指的是台湾啊？其实我也不太清楚。你好，福建人吗？福建的吗？你们是哪里人啊？我是河南人。哇，好多河南人哦。你归来，你归归来，到了河南你会想说一个词儿，带劲。归归来，你归归来，吃到郑州烩面你会一个字儿穷。我极力的想要展现出我这个母语的能力，但是呢，他们没办法让我展现，我没有办法，这件事情不能赖到我身上。待会再试试看吧，反正先去吃午餐了，期待可以碰到一个福建厦门的，或者泉州的、福州的、漳州的，什么都可以，来给我一个挑战自我的机会。你想说闽南话吗？对啊，我想说闽南话。你是福建的吗？会说一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吃饱未？阿未。我要去遐吃中岛。哦，你吃中岛。有啥米好？厦门的台产，啊，沙爹米。啥米米？沙爹米。沙爹米。你安尼就好，行，拜拜。我咧看。你还没看？拍水拍水，我没给你。你这里准备完了。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啊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多谢多谢哈。你是哪里人？我也是。你喊讲闽南语不？我们这是讲闽南语的，我们不。你要讲闽南语啊？我看看你闽南语好不好，跟我 PK 一下啦。闽南语嘛，我都不会讲。抓到这个闽南语不是特别好的泉州人。好了，谢谢你哈。我们都是生门南尾的，自从来这边都是被这些搞得乱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对，是啊。我们先去买票啊，先去买票。这边有这个自助售票，35元的票，抵达码头山丘田。OK，Let's go 啦。洗刷二代身份证，奶奶的。啊，这边可以选。Hello。那我们现在最早是12:10的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没有问题。
有人跟我说这一座岛有一个魔咒，就是来的情侣一定会分手，一定会分手，你们这些人通通给我变回单身狗，你们听到，给我变回单身狗啊，敢给我带对象来，给我变回单身狗啊。哪里来的？广东来的。我听说过一个网络上面流传的一种说法，吃福建人。对，你为什么要吃福建的？我也可以换换口味吃台湾。你也想讲闽南语吗？我不会讲闽南语啊，我讲不好啊。你讲不好啊？对啊。你是哪位啦？我安徽人啊。你安徽人也想讲这个、啊？厉害哟、喔！盖小姐，这是什么物件？这沙茶面。讲台语、哦。我不会讲，闽南语不会讲啊。还讲啊？所以叫做白米面。哦。应该是啦，我唔知啦，应该是啦。什么面？沙爹面。沙爹面，沙茶面，沙茶面，沙茶，你们，沙爹面，沙爹面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，将就啦。人生海海，敢需要拢了解？有时啊清醒，有时清采。有人讲好，一定有人讲歹。若歹想遐多，咱生活较自在。你怎么被去到位？我准备去银行。我叫银行吗？有，加共数三家银行。你哪会晓介绍？我着买。你听有我讲的话无？你是倒位人？漳州啊。浙江吗？漳州啊。漳州，我知。福建漳州。福建漳州。福建漳州。哦，所以闽北那边不会讲，没有那闽北话。我闽北讲客家话。哦，所以你会讲客家话？秀一段来。No how 啊 ，No how 啊，能买尼克什么意思？你买什么？我买什么？你要买什么？台湾的高粱酒拢叫金门高粱酒啊，哦有吗？这个是厦门罐装台湾高粱啊，这个是金门台湾高粱啊。哦，真正有呢，58度的呢。这炮弹这是金门那边射过来的吗？这个对啊，原装进口啊。中塔，特色糕点。好吃吗？大哥，我觉得你讲话很台湾腔哎，你真的不是台湾人吗？我不是台湾，我是漳州的。漳州的。我讲了好唔好？你爱甲我拍分数？讲袂歹啦。恁这叫啥物？咖啡机。恁遐叫赖达。你台湾人？你倒位人？我是布洛苏人。哦，你原住民哦。原住民。你的闽南语讲了袂歹哦。无啦，啊，卡是你讲好啦，我是韩版啦。哎，你台湾普通话跟我厦门普通话，我们两个谁讲比较标准？其实差不多。武夷山的，武夷山是什么意思？你听过吗？就是、没听过，来。福建很出名的一个景点，武夷山。闽南话讲你家呗，武夷山话说你谢吗？完全不一样。郑成功，朋友们，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对面呢，就是我们的厦门岛。我们现在转头看过去，四面环海的，头有点痛，哎，我好不舒服啊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